大家好，我们是竹南高中化工科的学生，我是胡宣慈，我是吴文婷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验是表面张力的实验。今天所需要用到的器材有培养皿、高脂牛奶、色素、清洁剂以及棉花棒。然后在家里如果没有培养皿的话，可以利用浅盘做实验哦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实验吧。首先，我们将牛奶倒入培养皿中。再滴入四种不同颜色的色素，接下来我们使用沾取清洁剂的棉花棒进入高脂牛奶中，这样实验就完成了。你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在做表面张力的实验呢。那什么是表面张力呢？表面张力就是一种使液体表面向内收缩的力，而每一种液体的表面张力其实都不一样哦。我们这次的实验就是因为牛奶的表面张力大于清洁剂的表面张力，所以才会产生一个向外拉的拉力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装满水的培养皿吧。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水的表面张力在哪里呢？我知道，在这个圆滚滚的水面上。没错哦。那荷叶上的小水滴也是属于表面张力的例子吗？答对了。那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替代高脂牛奶跟食用色素呢？我们可以利用水以及豆浆代替高脂牛奶，利用胡椒粉代替食用色素。这样你们学会了吗？可以在家里做做看这个表面张力的实验哦。